解释一下，我手术室。本所于9月13日12时至14时许，陆续接获6名被害女性向本所报案，指称遭一名陌生男子骑乘单车，以徒手方式触摸胸部及臀部，造成性骚扰。本所获报后，立即扩大调阅监视器，掌握涉嫌人特征，并火速于15时30分许，在松山区延寿街一带，将熊姓犯嫌查缉到案，并当场查扣熊嫌所窃取之 U-Bike 单车一辆。熊嫌落网后，向警方坦承窃盗犯行，并供称系因满足自身心理需求，因而触摸女性身体。全案讯后，依违反性骚扰防治法及窃盗罪嫌，移送台北地检署侦办。